哥跟沙哥先来吧。可以啊，没问题。请准备。你应该左手给我蓝色，右手给我黄色，我把老沙画成一个安慕希。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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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来呀、啊！加油！来呀、啊！来呀、啊！沙哥，你在动吗？你得动啊！我动了，你快点过来吧。我说吧，你过去都费劲。我来了。玩飞的呢还飞饼。哎哎他扔的不哦这扔的算吗他扔的不这扔的算吗不算他没了上扔的不算他没了对吧太方便的屠杀有了、哎、有了、哎、有鼻子上有了水道了沙哥你还不如一开始掉下来我以守为攻你不进我就不进高手过招啊他又扔我不算不算弄他弄他把他搬下去把他搬下去我看得过来就想砸他下意识我感觉沙哥很好欺负的样子我感觉沙哥很好欺负的样子哎呀这不是扔了吧这不大嘴巴子吗这不三比一三比一了那直接就是快速连招那种哦打一下就行你这呼脸上摸腻子呢你在这儿你咋变成女巨人女巨人女巨人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陈哥你现在特别适合去那种就是特效棚里面拉个威亚啥的可以把你劈没可以把你劈没现在特效我就没脸了是不是弄不好容易掉下去那可不是吧没看我这锁着呢吗还整阴招了分散我的注意力你看打着了吧打中了打着了打着打着了好功夫 fighting恭喜陈哥胜出绿巨人暂时打胜小黄人你跟谁争取吗我俩这不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吗我的对手在干什么他又戴了个泳帽我的对手为什么有作弊工具啊你在干嘛呀我只能说作为咱们这个奥运主题的傅园慧来了傅园慧我真服了救命啊傅园慧不就是周深和白鹿请两位成员就位他来了他来了弄他白鹿深哥不能犹豫啊不能放松啊周深呐哟哎呀又中了一下深哥改变策略怎么改
我告诉你怎么改变策略，让他糊另一个脸，别可一个脸糊。过了脚，过了脚，够了够了，把他踹下去，哎，踹下去也行，过了脚，哎，过了脚，过了脚，踹下去，踹下去，踢他，踢他，踢他，小心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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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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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哇，星星！飞了一个，哎，拽下去，对。出生得一分，2-2。出生下去也算得分？算。飞下去也算得分？对呀。对。你怎么不打了是吧？王璐姐咬牙切齿。九十分，就是好累啊！鑫哥最后的反抗，他气急败坏了，已经。来呀，来呀！你们俩不要笑。又开始了，好像两只猫啊。打到我了，白鹿，你今天要干嘛？白鹿，胜负欲很强啊！哇，决胜局喽！我打牌。恭喜白鹿胜出，率先得5分。牛啊牛牛牛！厉害厉害！耶！来吗？来，来吧。王鹤棣那儿有黑色吗？有。哎呀，给他来黑的，给他涂成和泳帽一样的颜色。你要什么颜色吗？那都黑色吧，咱俩。行，可以。Black， 不 black。给我多来点，给我多来点。哇哦，哟，哎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姐，我跟你说吧，这将是你这一趴最后一次有脸的镜头了。标题我已经给你们想好了，叫范丞丞黑脸。范丞丞王鹤棣玩游戏黑脸。范丞丞王鹤棣路跑男黑脸。傅园慧黑脸。OK。还有正式开战之前的礼仪。哇！王鹤棣得1分，你别太过分了，要命！好，继续。没想到还有下勾拳，还得是你俩呀！哦，他勾拳，哎呦我去！等会儿，他踹我，他踹我！这人范丞丞这脸，范丞丞脖子都黑透了。来，脖子就长。他现在直接一下。目前3-0，请继续。3-0了，怎么得得一分吧？打泰拳了。我现在有点无法直视他，我现在容易笑场。好灵活、啊，脖子好长啊！
太想笑场了。偷感好重，成成哥偷感好重，真的。4-1了，怎么回事啊？范丞丞，你不会让王浩弟就这么干干净净的吧？我太干净了。我不会录完这一趴回去不用卸妆吧？我可以直接录下一趴。不要笑，你不要笑。丞丞，你的牙好白。你不要笑，我求你。我一会儿全给你涂黑，好不好？嗯，就是我全给你涂黑。来吧。他挑衅你，他挑衅你，侮辱了啊！侮辱，怎么还防心？12-12，你能不看着你，不要对着我们。来，结束了，我们要开始创作了。怕了傅园慧了吗？哇！黑的不一样了，不黑了。来来来，咱俩就是互相涂。他给我一个眼蒙住了。这儿。你感觉你被墨鱼攻击了？哎呦我的天哪，他是谁呀、啊？倒是挺作，他俩。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哪！来洗脸的吗？是。妈呀！哎呦喂！谁能显眼的过你俩吧？就说。你是谁？哎，你现在显得脸特别小。我现在啥样啊？你现在感觉被炸了。我也挺恐怖的，我好像戴了一个什么面具一样。你像那个柯南里面那个黑影子呗。我就你现在最像那个。来吧，凯哥。白色是什么效果？我很想知道。请准备。凯哥，凯哥每次发大招的前摇都特别久，都给甩没了都。勾住了，勾住了，哎呦喂！用你的腹肌，立马起来，胸肌、腹肌、大腿肌，真人走进我心。哎，他掉了一个！哎呀妈！凯哥厉害！哇，可以啊！凯哥好猛！不行，得让凯哥脸脏。哦，扇了一把。先抹到，先抹到。好。就这样啊？真假的？怎么变着方的玩啊？还要跳起来，还要跳。哎呦！哦，现在。大嘴巴子呀，听声音心都碎了。对不起，让大家听到了打脸的声音。不行，是我手太短了吗？没必。五打菜，
哇，好。凯哥好厉害啊！哦，就这样玩。好，那我来了。可以。他真的很有冲击力。想想呲个牙给他看看。你别这样。来吧。他偷袭！偷袭！偷袭！啊，怎么了？直接直接直接来，直接来！哈哈哈哈哈！好贱呐！吓吓吓！哭！哇哈哈！哇哈哈！温差！你想换对手 ？We're too late, my girl too late 。你完了，我又完了你。因为他绳子手比他长。你说你挑他干嘛？换个战士，直接跳起来给他一巴掌。扇他！扇他！我直接。啊！他这样够不着你，他绝对够不着你。是够不着爸爸？他够不着你，够不着你。踩过去，踩过去。哎哎！啊！OK， 走你，往脸上按。快退！快退！脚力不行啊你！退！哎退！哇！退！哎退！哇！他又是这个动作。踢他！踢他！踢他！我真的没有在搞笑，真的很累啊！反超了，我差一个我就赢了。人生就那一瞬间，人生就那一瞬间。拿脸迎接了，他这样，你看。恭喜雨琦胜出。那我们这一项任务的上半场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你们五位要通过一个小游戏来决出前两名，可以获得查验其他人卡牌的机会。五个人依次大声喊出“跑”这个字，通过发音来吹翻桌上的洋画，成功吹翻画片最多的两人获胜。凯哥先出战。凯哥15张，看起来不太聪明，为什么？跑！晨哥吹翻20张洋画，跑！白鹿吹翻6张洋画，好了，来吧，接受惩罚。跑！接下来弟弟挑战。我怎么老觉得你们在后面憋坏了？他等着你张嘴那一瞬间呢。等你张嘴那一瞬间。嗯。跑！跑！你还可以吹，你一张都没有翻。28。他又第一了。哎呀。怎么我又第一了呀？不合适吧，我一个飞行嘉宾，真嚣张啊！王鹤棣和晨哥，你们现在来挑选一下你们想要查看的成员是谁，并决定是否交换。
我纠结一下。我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集齐三张有我的卡片。我还是看凯哥的吧。我的牌很香啊，看来。你有我需要的，你有我需要的。看来你要赢了。接下来请陈哥进行查看。目前只有偷齐白鹿或者是弟弟的两个人分别各样的卡，那我看看白鹿的吧。我牌太烂了，说不定有你需要的，你换一个好的给我。好，我把我的王鹤弟的和深深的和的两个先给他。